次展览啊，它是一个缘由，就是因为一年多前陈晨老师他跟我提到，如果有机会想要来彰化美术馆来做一个交流展，然后就在许逸南老师一个充分授权，然后信任的一个情况下，我跟陈晨老师两个人真的是偏锁底足啊，就一直很。然后跟艺术家联系，然后企划书，然后联络、调整、布展，然后设计规划，甚至我们非常开心，我们还把我们的经典大提琴乐团邀请来这里来做我们开幕的演出。我想这一次的展览，我们把很多的元素都讲放进来，不管是视觉的。视觉包括平面、立体、复合媒材，甚至音乐性的部分，我们也带进来，甚至还有科技的部分也带进来。我想这次的展览，因为有这么多的艺术家的一个帮忙还有努力，还有我们策展人跟郑晨老师还有我们一起把这个展览分享给我们彰化的好朋友，彰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们的展览结束时间是到这礼拜天，所以请我们的好朋友们呢，可以在这礼拜天以前把握时间，一起来分享这次展览的喜悦还有感动。希望让彰化越来越好。